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索菲亚教练。你是不是和大多数女性一样，都为你粗壮又结实的小腿而发愁呢？我们都知道啊，小腿粗的原因是因为你的腓肠肌和比目鱼肌过于发达。下面我来教你几个动作，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怎样快速瘦小腿。第一个动作，坐姿负重提肘，双脚分开与髋同宽，手握哑铃放于大腿上，小腿垂直地面，吐气向上踮脚，吸气踩实地面，吐气，吸气重复。第二个动作，泡沫轴按压，把泡沫轴呢放在小腿的下方，手向后辅助身体，把左腿搭在右腿上，然后让右边的小腿肌肉左右的波动来减轻肌肉的压力，达到筋膜放松的效果。好，换另外一侧，在你的酸痛点呢停留30秒。第三个动作，下犬踮脚，手脚分开与髋同宽，脚尖朝正前方。好，现在呢把右脚踮起来屈右膝，换边，一定要让脚后跟踩实地面。第四个动作，坐姿伸展弓，毛巾放在膝盖的下方，双腿并拢，自然勾脚。好，手扣脚趾，吸气脊柱拉长，呼气时腹部寻找大腿，微收下颌，在这里保持30秒。好了，以上4个动作呢，就是今天教你的怎样瘦小腿，你学会了吗？